喂，什么？好啊好啊，你们过来吧。妈，什么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嗯。哎，老婆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姨好。哎啊啊！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同学吴阿姨，这是她女儿小筒。你们好，我是小卷。来来来，先喝点茶吧。在喝什么呀？直接进入正题啦。小卷，你怎么不打呀？我不太会，我就看看吧。不会就学呀，过年哪有不打麻将的。他不太会，来，我们开始吧。小姐，有男朋友了吗？没呢。哎呀，你长那么美，万事俱备就欠嫁人了。我说万事俱备就是我欠东风，你就打东，我就碰。哎呀妈，长得美的女孩子眼光高着呢，不着急嫁。胡了。小姐呢？新年给你妈买什么新年礼物啊？做了顿饭，然后给我妈买了件衣服。还是我们家甜筒孝顺，新年带我去旅游。我要主动提你的名字，你证明你是清秀的筒子。妈，我哪有时间跟你去旅游啊？师母。小姐，阿姨您别说了，我来跟您庆祝一下吧。闺女，你不是不会打吗？我会。小雪，你不是不会打牌吗？会啊，13171色对对胡胡，样样精通。还挺懂的嘛，我还以为你麻将白痴呢。我说白痴这个词就白板，你要把白板给我碰。妈，怎么能说人家小雪姐姐是白痴呢？没礼貌。自封清一色。你这是深藏不露啊。妈，你什么时候自学打麻将了？碰碰碰。哇，妈你好厉害啊。小卷，不要乱打条子哦，要全包的，打清一色。他在最开始打的是9条，隔了3圈后打了7条，就是他刚开始条子不多，没有要做条子清一色，后面连碰了3段肯定是刚中的对子，所以他手中的牌应该都不是条子。这你就敢打？你肯定不是清一色。胡了。13幺。哇哇，13幺。阿姨还要跟我打吗？不打了不打了，没意思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